这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是我的吗？是我的，这个是我不喜欢喝。哦，这是你喜欢喝、啊。嗯。没干。干杯。耶。耶。那你要先喝、啊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先放好，什么？宝宝，我也放在铅笔的蜡里。太好喝了。对呀、啊。那。这个很甜耶，你可以给我喝一下。哦，很甜啊。那你喜欢喝吗？我喜欢喝这个。你要喝这个？金苹果？对。那他那个老板给我看一下。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。我这个老板怎么这样？这样。还有没有？就这样子一个老板。哇，还有这个。我有吃过。哦，这个是金苹果老板。金苹果老板。他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我赢了。他这样子。超好喝的啦！什么？你不要喝了。哦，那个不行哦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预防，就是急迫玻璃的。哦，如果有危险，要赶快逃出去。哦，那个是急迫玻璃的。没有啊，但是如果发生地震还是危险，这个玻璃硬硬的，我们出不去啊，就要给它打破啊。可是用手打会受伤，对不对？就用那个铁锤把它打破。所以平常时可以去打破吗？可是它有很尖的吗？对啊，很尖。会不会坏掉啊？